来短棒，这个球投手接球之后传三垒，又接到手套里面吗 ？Out！哇，这个球三垒手也瞬间回去哦，投手也没有等到三垒手进垒，就直接传了。三垒手的反应真的很快，因为这个球了哦，投手邱浩君嘛，肯尿博后。那如果三垒的反应如果慢的话了哦，这个球是接不到的。是，这个可以再看一下。哦，这个生肖属螃蟹的，往后，往后跑的，脚是有踩在三垒垒包，没有错。哇，这个真的也是很险啊，吼，很惊险的。那投手也是很大胆的传球，也真的蛮危险的。不过当然最后结果是对国训蓝队是好的，这个平三垒成功，变成了一出局一二垒有跑者，轮到是第二棒的陈杰宪。